我们接着上节课的知识呢，继续往下讲。上节课我们介绍了一下 Python 里边常见的逻辑运算符。那我们 Python 里边逻辑运算符，它可以用来操作任何类型的一个表达式。它不管表达式是不是布尔类型，同时呢，逻辑运算的结果也不一定是布尔类型，它也可以是任意一个类型。那下边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下边这几个例子。逻辑运算符。结果和什么呢？和这个网络运算。来，比如说我们这里边输出一下 print， 输一个200 and 19，我们去运行一下这个文件，你会发现它输出的结果是19。比如说我们再来，我说 print。87 and 0，哎，你会发现它这个输出的结果是0。 print 12 or false， 这个输出的结果是12。再来一个，比如说零啊，87，哎，这时候你会发现它输出的结果是87。那我们来分析一下它这个输出的结果分别是什么。那第一个是19，第二个是零，第三个呢是12，第四个是87。那前面两个输出的是后边的一个数，那第三个呢输出的是前面一个数，第四个呢输出的是第二个数，它有什么一个内在的逻辑存在呢？那这时候我们就要去分析一下逻辑运算符它的一个运行的本质。我们可以来看一下，通过上面这个例子呢，我们得到的结果它都不是布尔值。那在 Python 里边呢， and 和 all 它不一定会计算右边表达式的值，有时候呢只计算左边表达式的值就能得到最终的这个结果，这个我们是一定要去记住的。那另外 and 和 all 运算符会将其中一个表达式的值呢作为最终的结果，而不是将 true 或者 false 作为最终的结果。那以上两点呢非常的重要，了解这两点呢会让你在这个逻辑运算的过程当中呢解决很多的一个疑惑。那我们通过刚才的例子呢，我们就会发现了它把我们什么，把我们这个整个这个表达式的这个结果呢，它不单纯的是会返回一个true 或者 false， 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什么呢，它不一定会计算右边表达式的值，比如说我们以哪个为例，以这个第三个为例，后边这个 all false 根本就没有用到，这个只计算了这个左边，然后就知道了整个的一个结果。那它运算的一个流程是什么呢？运算流程是这样的，对于 and 运算符来说，它两边的值都为真实，那最终的结果呢才为真，但是只要其中有一个为假，那么最终的结果就是假。所以说呢 Python 按照下面的规则进行 and 这个运算，如果第一种情况，如果说左边的表达式为假，那么你右边的表达式还用去看吗？不用去看了。为什么呢？因为你右边的表达式它的值不管是什么它都不会影响最终的结果，最终结果都是假。那此时呢 and 会把我们左边表达式的值呢作为最终的结果。那如果表达式的，如果第二种情况，如果左边表达式的值为真，那么最终值呢你还是不能确定的，那 and 它会继续去计算一下我们右边表达式的值，并且将右边表达式的值呢作为最终的结果。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这里边的两个案例，来，第一个和第二个都是 and， 第一个表达式200转为布尔类型为真，它不能够确定我们这个最终的结果是什么。那就来看第二个这个表达式的结果呢也是19转换成布尔类型也是真，那就会把第二个表达式的结果呢给它进行一个输出。那同样的，第一个它第一个表达式的结果呢是87转换成布尔类型呢是真，它也不能够确定整个表达式的结果。那同样就来看第二个表达式的结果是0转换成布尔类型呢是 false， 那它呢 and 里边只要有一个为假，整个表达式呢就为假，它就把第二个作为整个表达式的一个结果了。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个and 运算。那再来看一下这个 all 运算符，那情况也是类似的。那 all 里边只要有一个为真，
整个表达式呢就为真。只有当两边的这个值呢都为假的时候，最终的结果才为假。所以说呢 Python 按照下边的规则执行 OR 运算，如果说左边的表达式值为真，那么你就不用去考虑右边表达式的值了，因为我不管你右边表达式的值是什么，它都不会影响最终结果，最终的结果呢都是真。那此时呢 OR 它就会把左边表达式的值作为我们最终的结果。那同样的第二种情况，如果说左边表达式的值为假，那么最终值你还是不能确定的，那 OR 就会继续计算右边表达式的值，会将右边表达式的值呢作为我们的最终结果。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我们这个例子。第一个，这个 print 12 on false， 那12呢转换成布尔类型是 true， 第一个表达式的值已经为真了，它就能够确定整个表达式的结果了，所以说就把12直接给输出了。那第二个呢，0转换成布尔类型是 false， 它还不能够确定整个表达式的值，它会继续往后看。827呢转换成布尔类型是 true， 那通过它呢就能够确定整个表达式的结果了，就是我们这个827。那最终输出的结果呢就是右边的表达式的值，就是我们这个827。那这个呢就是它如果等号左边这个表达式它能够确定整个表达式最终的结果呢，右边不用算了，那这个结果就是我们的一个短路运算。这是逻辑运算符的一个取值和短路运算。更多资源请关注 Python 专栏微信公众号，请扫描下方二维码获取更多资料。